我跟你们讲，我真的恼怒了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他说，所以我现在其实是缺一顶帽子嘛。重点是，重点现在是说这样啊，因为我现在红菜头种不出来，他要送一个红菜头，所以我的那个没够，所以，哎，要怎么说啊？所以我们送一个红菜，我们这没得做。如果你要提升你的技术的话，你就必须要买所谓的桃。那你有桃的话，你就要去有钱去卖。哎，我先跟你讲一个攻略。他说你要一次赚1000块，好，哎，就是你不能卖这么多。对啊。一口气卖出1000金币，啊，也就是你要把它存满哦。Oh my god， 那要怎么计算呢？270，啊娘喂，这边要省啊，混你，胡萝卜价格一，也就是说我们是要种比较好的。那就没有帽子啊！啊，我知道意思，我知道意思。270，300，安尼嘛1500呢，安尼嘛是无多无啊，无至少1800呢。我们今天就要跟你们介绍种植物好了哈。啊，不要！要不然你先讲那个 building 啊。啊，先讲植物好了。那这个是莱阿里的青花菜哦，这个目前价格在掉。青花菜就青花菜，我想要加一个莱阿里，莱阿里很像是它里面的角色的名字吧。那青花菜就是，对。哦，所以现在胡萝卜已经涨翻天了。哎，青花菜又涨了。哎，不想拥抱你，哪怕一时的。哎，那现在可以种比较多东西吗？哎呀，对，现在只剩1800，对不对？那我在卖胡萝卜吗？幼苗，还可以造景。嗯，